一部歌剧里面最能流传的也就是咏叹调，根据你的不同的声音选适合你声音类型的咏叹调，不是单纯的演唱，没错，它还要有表演，还有个情绪上的连接。连接，哎呀，当时第一次听到帕罗蒂，觉得我的天哪，哎呀，这么好听呢，前无古人，超越不了它。不管你怎么唱，不要有方法很强，不要为方法而方法，艺术一定要自然归本，这就是艺术的这个最高境界。热爱如生命之火，点燃一切可能。天赋乃信心之源，不惧任何挑战。坚持是乐观之本，用荆棘编织花冠。张老师好。哎，张明好，张明好，欢迎您，张老师，终于见到你了。张建一，歌剧表演艺术家，男高音歌唱家，他是活跃在国际歌剧舞台上的亚裔男高音歌唱家，擅长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时期传统美声唱法风格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抒情男高音角色。他自然透明的音色，富有表现力的演唱，以及对音乐透彻的诠释，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见面之前，张老师，我在这儿，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音像资料中心做了一下小功课，认认真真的从这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找全啊，肯定没有找全，把您的这个专辑都找出来了。我有一个有趣的小游戏，请您选出最帅气的，您最满意的专辑。你指的是唱的帅气还是长得帅气？哦，两张。那这样，先是长得帅气，再选唱的帅气。全国观众都在期待，张老师。当然是老的了，那时候30岁的时候，那是太30岁的时候，刚刚维也纳获了奖回来录的，对，太帅了，对，帅的一目了然啊！因为30岁绝对是非常帅气。但是唱得好呢，我还是认为这张比较好。为什么您觉得这张？您是唱的最满意的。这一张是2005年去录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国外歌剧圈里已经唱了10多年了，所以对作品的理解啊、风格啊、发声技巧啊、包括语言呐、啊、等等，都到了一个很专业的程度，所以我很满意，就是最成熟的状态。对，啊，像这张，其实我很遗憾的，每次听作家，哎呀，这个换声点可以更好。艺术家都这样，艺术家是永远不断的在追求完美啊。对。你看这张专辑是男高音咏叹调，咏叹调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观众会有一些陌生，甚至有点距离。我们今天借这个节目最通俗最生动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咏叹调的魅力。咏叹调其实就是歌剧里面的主要唱段。主要唱段，对，有点像京剧里面的主要唱段唱段是一样的。这个比喻好。那么咏叹调呢，就是说呢，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啊，也同时也表现一个故事的情节，在歌剧里面是主要唱段，这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咏叹调的技术上面的要求很高啊，尤其是对于男高音。为什么说伟大呢？男高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困难的难。男高音为啥高音比较难？哦，是这个难。对，就高音很多人都唱不上去，为啥呢？男高音这个高音是不是我们自然声区的？每个人都有个自然声区，对，就是从比如说男高音是从中央 C 唱到 F， 这是个自然音区，过了自然音区那就是高音高声区。那么在高声区和自然音区的点上面，我们把它叫做换声点。那么它需要的高音的时候是用什么呢？就要用假声来唱。在西方这个歌剧界，就像我们京剧这个行当一样，分了很多，没错，就光是男高音它就有9种。像我就算是一个抒情的男高音，抒情的男高音有一套抒情男高音的那个音域，
一般来讲对抒情男高音的要求就比较高，就是他需要你要有高音，有 high C， 等于说是有点违反一个人的生理的结构。啊，那咏叹调还有什么样的魅力？通常一般来讲，作曲家在写这个歌剧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最丰富、最集中的精力放在去谱写咏叹调。哦，因为你想，一部歌剧里面最能流传的，也就是咏叹调。没错。所以这个咏叹调呢，不光是在歌剧里唱，同时呢，也是经常在音乐会里面大家都会唱。张老师能这么理解吗？如果我们从这个大众，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聆听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听咏叹调，因为它可以说是歌剧里面精华中的精华，主角的主唱主要唱段。如果说你看过这个歌剧《波西米亚人》的话，你就知道哦，男高音有一首冰凉的小手，对吧？那么如果你看过歌剧《托斯卡》的话，你一定记得哦，星光灿烂，哎，奇妙的和谐，是吧？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是看过歌剧，如果是《图兰朵》。那么一定是今夜无人无睡，对吧？这个已经在我们这里大伙都知道，这些都是就是咏叹调，有点像我们老说是王冠上的那颗钻石，对，也是试金石。唱咏叹调的时候，有时候尤其对男高音有点像那个滑冰，花样滑冰，因为花样滑冰里面技巧性很强，没错。如果你一个转圈360度或者720度，你着地的时候摔倒了，就相等于唱高音的时候唱破了啊，白唱了。这个比喻真形象。你说这个滑冰，他是他要转三圈转，他那一个落地没稳，一切都对啊。像我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于我们把咏叹调作为教材去训练学生啊。通常在我们音乐学院这个声乐歌剧系，它有5年的这个学制，通常在前3年是不让唱咏叹调的，都唱一些艺术歌曲。啊，法国一首歌，意大利啊，那德语啊，先把你的语言啊、视唱练耳啊、各种风格、声音的风格啊、发声的基本功啊，先训练这种东西。然后到了4年级开始，根据你的不同的声音，选适合你声音类型的咏叹调。我每次就想到一次，跟我们京剧一样，京剧其实有时候在唱京剧的那些主要唱段的时候，也是根据你的声音的，对吧？没错。如果你适合唱老生，哎，我就让你唱老生的东西。对，教授的这个解读就是很通俗易懂。在我感觉，咏叹调就像是艺术的高峰，无论是对于歌剧还是对于歌唱家、歌唱演员来说。对，你说的对，在技术上是这样。嗯。但是在这个对作品的理解，稍微跟艺术歌剧也不一样。嗯。艺术歌剧打个比方啊，就是一首诗歌。你唱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今天的这个花开得多么好，对吧？他只是讲这个当时的一段情节，但是歌剧不是，歌剧这段咏叹调，它必须跟前面发生的事情要来结合在一块，它有剧情在。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前面的这些故事要带到这个咏叹调里面。明白了，它不是单纯的演唱，没错，它还要有表演，表演还有个这个情绪上的连接，连接啊。电视界有很多喜欢的声乐爱好者，也想成为像张老师这样的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那么他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咏叹调？对于他们的学习和表演生涯来说，我觉得我们在理解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是要借鉴文学的帮助，通过文字去理解它。比如像《星光灿烂》，男高音要上刑场了，是吧？他要告别人生的时候，在夜晚一个城堡上面，他看到星星，他感慨这个大自然，他感慨这个人生，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那种心情。所以呢，你慢慢慢慢通过文字，哎，你了解了，哦，原来这个咏叹调，一开始的宣叙调的时候，不需要给了那么多的力，他只是跟自己讲，哇，你听，你闻到花香了吗？你闻到了，你看到了星星的闪烁的星光了吗？你他是在感慨这个人生。这个咏叹调一开始我们是听他的技巧，比如说这个男高音的发声没有方法的痕迹，听上去很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去听他，哎，他这个语言好不好啊？因为他涉及到外语，没错，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俄语，所以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中文也是，你的中文好不好，对吧？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看他去听他的时候，对这个咏叹调的情绪和人物的把握好不好？是哇，我听了这一段，我自己都感觉是有一点点开窍了。哎，下次听的时候开始有那么一点点门道。
现在我一直把这张您最喜欢的专辑握在手里，现在已经握得有温度了啊！我现在要开启第二个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今天采访之前设计的第一个问题，但是我心里比较忐忑，我说这个问题问了以后，万一张老师生气不跟我聊怎么办呢？但是我现在通过这段，我现在放松了。那我本来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名丝炉工怎么会有一双冰凉的小手？这可能是就是命运了。我在从玻璃厂做丝炉工，后来就考上了杭州歌舞团，在歌舞团待了三年，后来去上海音乐学院。1981年，哇！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刚刚进去一年级，学校里请了一个外国专家，是旧金山歌剧院的院长，著名指挥 Adler。然后呢，他来讲课，他来不光来讲课，还来帮我们排演歌剧片段，其中就有《冰凉小手》这一段。然后当时呢，就在高年级里面，都是学生嘛，要选拔。选拔以后呢，他觉得这些男高音都不满意，所以呢，他当时就这个指挥跟学校提出，你们还有其他男高音？我的老师周小英老师就说：“哎，我有一个学生，但是他刚刚进来，才一年，大一才一年级。不过你可以让他唱唱，你听听嘛，行不行？因为我刚刚进校嘛，所以吧，不会唱。他学校就通知我说：‘哎，你赶紧去学一下。’”花了5天时间，我都把它学下来。结果呢，一唱呢，那个指挥说：“哎，就是他了，就是他了，就是他了。”哇，我就选上了，第一次唱《冰凉小手》，太棒了。然后后来这个片段演的也演得非常成功。后来，哎，在圈里有点小名气了。一名大一的学生，对，一唱成名啊，《冰凉小手》就是你说的《冰凉小手》。我在这个维也纳84年去参加那个国际第三届歌剧歌唱奖比赛，我也是唱的《冰凉小手》获得第一名。对啊，所以跟《冰凉小手》有缘分。我自己啊，当时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自问自答，我说为什么一名丝炉工会有一双冰凉的手？没关系，因为心是热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冰凉小手》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我跟《冰凉小手》的故事，还有跟一位世界著名的大歌唱家帕瓦罗蒂，哇，有很多的故事。一会儿我想从《冰凉小手》开始，我们来再来介绍一下这位大歌唱家帕瓦罗蒂。太好了。卢奇亚诺·帕瓦罗蒂，意大利歌剧演唱家，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别号高音 C 之王。1967年，帕瓦罗蒂被卡拉扬选中作为威尔第安魂曲的男高音独唱，从此名声鹊起。在他40多年的歌唱生涯中，凭借无与伦比的音乐天赋，充满阳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为古典乐和歌剧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张老师，到这个环境啊，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帕瓦罗蒂。而且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啊，这些 CD 全是张老师自己带来的。对，咱们从这些 CD 开始行吗？行啊，我们现在是《冰凉小手》，这个就是《波西米亚人》。那么我第一次听帕瓦罗蒂的《冰凉小手》呢，是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图书馆里有这个大的78寸的黑的黑胶。对，那个唱片的名字叫世界十大男高音啊。然后呢，帕瓦罗蒂就唱了《冰凉小手》在里面。那是您第一次听？第一次听，里面所有的这个十大男高音唱的都是有名的男高音的咏叹调。哎呀，当时第一次听到帕瓦罗蒂，觉得我的天哪，这个哈伊塞怎么那么冒油的感觉，你知道吗？一开始就觉得，哎呀，这么好听呢。
冒油的这个，我太喜欢，我觉得这是您的语言，我太喜欢这个了。当时说句实话，也在理论上自己也讲不出，就觉得好听。因为有时候是这样，把一个音响你要变成文字的时候，或者变成语言的时候，太难了。对，需要一个感悟的。比如说来形容帕罗蒂的声音，就是第一，他的这个发声技巧就是好方法。什么好方法？听上去没有方法，哇，好像是天生就这样，对吧？就听上去很顺，这是最高的。OK， 这最高境界，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听不出技术的痕迹来。第二，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尤其特别是到了高音的时候，特别有一种金属般的声音，对吧？对，亮亮的，而且这个亮亮的，我们专业的把它叫做是泛音。在美国这个老师叫泛音，叫这个 ring， 就是电话铃响的时候不是这个啾，这个声音特别传，是吧？没错，美国人把它形容是叫 ring。 为什么要有这个金属般的声音？金属般的声音就是它的声音传得很远。因为美声唱法大家知道，美声唱法是不用话筒的，没错。然后呢，这个剧场又特别大，像大都会歌剧院就有4000个座位，那你的声音就传到这个最后一排，大家都能听到。需要什么？就需要有这个穿透力，所以帕罗蒂的声音就是很有穿透力。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在大都会做过一个试验，三大男高音唱同一个音高，他们放一台机器，放在第27排同一个位置，来测谁的声音传，谁的声音传的很明显，就帕罗蒂在这个机器上面，表示这个机器上显示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他的声音。从科学来讲，他的声音就是传，非常传。到了我现在这个程度，我可以把它用语言来描写。但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听、轻松，所以我每到图书馆，我总要去听他。为什么呢？我想模仿他，我也想要这样的声音，我要像唱的跟他一样，模仿他的气口，也去模仿他的技术。就是我现在我也常听他的这个冰凉小说，我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没有人敢，这后来就超越不了他。Aspetti, signorina, le dirò con due parole. Chi sono? Chi sono? Le faccio come mio. Pa Pa Di, 他唱。法语只唱了一个，就是《团队的女儿》里面有一段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里面有9个连续的 high C， 哇，就是高音 high C， 在我们中国现在其实就不当事，不当回事了。在我当学生的时候，80年代，在音乐学院的学生能唱这么好的 high C 不多，不然的话我不会冒出来，对吧？所以呢，当时是觉得 high C 是了不得了。当时音乐评论就把他称为一个 high C 王，确实啊，他高音是非常好。我刚才说的是冒油的，非常感人的，而且很轻松，就让你感觉很富裕的，很富裕，绰绰有余，对，绰绰有余，所以不会感觉让你担心，就是一种你听是一种享受。86年年初到纽约，正好是帕瓦罗蒂到大都会来演出。我第一次现场听他，那天他唱的就是这个《阿依达》，我今天把他唱片带来了。《
阿依的是男高音的时间史，一上场就是一大段咏叹调，然后全部是高音，当然他最高音是降 B， 不断的换声点换声点换声点到达了这个高音，所以难度就很大。当时我一听，我这个人真是沸腾啊，我没想到实况他的声音比唱片上还要好听，第一真实，因为他这个声音啊，怎么说呢，这个情感很饱满，很人性化，所以我当时就是很震撼。这是他我第一次现场听的阿依的，哇，疯了那一天。帕罗蒂其实他不会看谱的，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但是有人说是个谣言，其实不是谣言。我亲眼看到，也亲眼听到他在纽约采访他，他就说的，他说我真的不是谱。主持人就问他，那么你怎么学角色的？他说我就听录音啊。然后他说你拿各种各样的录音，只要男高音的 part， 我就马上可以告诉你这是谁唱的。哇，天赋啊，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其实唱歌的人就是模仿能力强，就他的这个耳朵是这耳朵天赋，语言的模仿能力，音乐的模仿能力，你知道吗？所以老帕这个模仿能力非常强。还有一点，帕罗蒂，我觉得你去听他的东西，这是人性，特别的热情，你知道吗？从我成为一个职业歌唱家以后，我经常，跑那个欧洲，从纽约到欧洲，法国、西班牙、德国，是不是经常跑？我到飞机上的时候还在读谱子，然后旁边的人，这个坐在旁边的人就来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 opera， 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叫 opera， 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说，那是不是帕瓦罗蒂唱的那些东西？哎，我说是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一下子联想到帕瓦罗蒂呢？因为歌唱界这个歌剧界有很多出名的人呢，为什么他们就一想就想到他呢？这是有意思的，不止一次啊，很多次，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觉得帕瓦罗蒂，为什么你会提到帕瓦罗蒂？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他这个声音让我们一下子把我们关系给拉近了，你一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哇好亲切，没错，是吧？没错。那么说的高雅一点，就是雅俗共赏，对，老少皆宜。我自己的感觉，我听他的歌就觉得他的歌暖，他的歌里面有情，对，就是他在唱给你听。Mamma son 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 La mia canzone ti dice che è il più bel giorno per me. Mamma son tanto felice viver lontano perché.Queste parole d'amore che ti sospira il mio cuore, forse non s'usano più. Mamma, ma la canzone mia più bella sei tu, sei tu la vita, e per la vita non ti lascio mai più.86年的九月份，我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学校就把他请来到我们茱莉亚音乐学院，我在歌剧系来给我们学生讲课。哇，太有缘分了！我学校选上他，让我去上课，我觉得，哎呀，哇，您看，老帕真是最初是在美国聆听到他的演出，又在留学的时候，对，他成为您的老师，哇，太有缘分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他来上课，上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叫我的名字简一特别的清楚。因为在国外你知道，有时候讲中国人的名字总会带有一点，尤其到法国，比如说 Monsieur Zang，
他们就把这个 G 都要发歌的，知道吗？所以呢，我总觉得很别扭。但是到帕瓦罗蒂他这里叫我的名字，很哎呦，一下子非常、哦、亲切感。亲切感，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男高音的换声点，这个换声点是对男高音来讲是一个技术点，为什么呢？技术点就是从你的自然声区到一个假声区到一个这个高声区的时候一个过渡，你过得好一点痕迹都没有的，就仿佛你是天生的，然后呢你过得不好呢痕迹就出来，但是其实那个点一定在，一定在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去问这个帕瓦罗蒂这个问题呢？因为说句实话，我那个时候这个音域啊什么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这个换声点。是瑞典的一个男高音叫尼古拉盖达，尼古拉盖达他也是跟我类型一样的一个男高音，是抒情型的。他唱的咏叹调换声点一点痕迹都没有。他实际上他最早60年代的时候换声点也有痕迹，但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痕迹完全消失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告诉我，换声点应该做得好是没有痕迹的。我当时问帕瓦罗蒂，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的换声点没有问题啊，他说你看看哪个男高音换声点声音不是变调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变调的，一下子会让你感觉这个声音哎变暗了，或者呢感觉本来声音是往前走的，突然让你感觉声音哎往里了，这就是痕迹。他认为什么这不是问题，但是我这个人有点轴，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尼古拉盖达就是没有，因为我也听过他发声技巧的一个发展和最后的进步。你是觉得有人做到了？做到了、所以最后我也找到了。到现在我总是跟自己讲，我也跟学生讲，在声乐上还是有真理的，这就是真理，你不要放弃，你要去追追这个真理。您确实特别喜欢他，但是在这一点上您有自己的坚持。你想我32岁了，你这个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哎，有时候年纪大一点学东西也有好处，因为你能辨别了啊。后来呢，帕瓦罗蒂还跟我这么讲，因为当时有在费城歌剧院跟帕瓦罗蒂用他的名字举办了全世界的一个青年歌唱家的一个比赛，歌剧比赛，然后你获奖了以后你可以到费城歌剧院去演歌剧。当时帕瓦罗蒂就是说，他说你明年来参加我这个比赛，你不要参加分赛，直接进决赛。对，后来就直接去了。然后呢，在场的没有任何评委，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就穿了个拖鞋，穿了个睡衣，然后呢，哎呀，就当评委吗？当评委啊！所以觉得，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这样的？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艺术家嘛，对吧？不修边幅的，对吧？然后，哎，他就一点不当回事。但是在那一天比赛完了以后，在最后要宣布这个获奖的名单，然后那一天晚上有一个 reception， 招待会，对、那个非常隆重的。他是盛装，他是穿着那个燕尾服，哇！然后呢，非常严肃。为什么？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的国旗都挂在那里，这个时候他就非常一种尊敬，非常让我感觉一种严肃感，对艺术的一种尊重，对歌唱家的尊重。帕瓦罗蒂不光是在西方，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大家都非常喜爱他。没错，他这个人很人性。而且很真实，很真实，不假的，一点不假。86年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是非常非常轰动的，因为那算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吧。86年应该是第一次。对，他在天安门广场，他一定要骑自行车，对，骑滑票，还就是还唱歌，我好像唱《我的太阳》还唱什么，一边唱一边骑，知道吗？大家对于提起帕瓦罗蒂，甚至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歌唱家、音乐家，他还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我觉得啊，古典音乐家到最后，当他们这个成名了以后，他们也是为社会做了很多的这个义务的工作的。比如说帕瓦罗蒂，他搞一些我的朋友们啊，我的朋友们，然后把这个捐款，因为他们演一场不是靠着演出的那观众卖票，他是通过电视转播费，对，转播就可以做到很多钱的。他们就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儿童，支援那个非洲，所以他做了很多公益事情。
我觉得我跟帕瓦罗蒂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那是1993年，我到大都会歌剧院去试唱，大都会就 offer 我了 ，offer 我几个小角色，其中有一个大角色，这个大角色呢就是帕瓦罗蒂，他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等于说我是他的 B 组，对，但是没有演出的，只有他生病的时候你才能顶上去，他如果不生病，你是。就是你这是练在那里，但是他当时给了我一个小角色呢，就是帕瓦罗蒂唱的那部歌剧里面，他是唱第一男高音，我唱第二男高音，本来应该跟他有机会同台的，但是呢我的经纪人没同意，不让我去，他说你现在在欧洲演出那么多都是主要角色，你说你进大都会是演这个小角色，这个我觉得这个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不是很按照专业来讲不是挺理想，经纪人有这样的顾虑，对，他说因为大都会歌剧院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之一，你如果一小角色切进去的话，说不定你很多年都是唱小角色，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专业圈里，所以他认为我还是等几年，最后就失去了跟帕瓦罗蒂同台演出的机会，这确实是有点遗憾，对，非常遗憾，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后悔，为什么？我1997年，我唱《浮士德》在大都会德彪首演，那是个男高音领衔主演的，就是第一号男高音，当时也是很轰动的。哎，我觉得经纪人说的对，最后你就要等，你要耐心的等，然后呢，在舞台上积累更多的经验。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现在回想起来很选择。不是年轻的时候，经纪人是有他的一个职业判断。对，但是从一个宏观的对宏对。但是从您个人的情感来说，我可以跟帕瓦罗蒂同台。我现在想想也是遗憾，因为2007年他去世的时候，那一天我正好在纽约在开车，开车里这个我在听 radio， 这个收音机里在报他，我当时已经都吓开了，你知道吗？当然我已经是知道他得了那个胰腺癌，我也知道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那么快失去了他，我心里一下子接受不了，你知道吗？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到现在我一直在讲，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挺幸运的，非常幸运，我们有帕瓦罗蒂这样的声音，我们实况听过他，这种没有后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张师兄，您跟帕瓦罗蒂之间的这种可以说是情感啊，绝不简单的只是歌唱家对歌唱家，音乐家对音乐家这么简单。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最大的启发是什么？是一种声音的理念，不要有方法的痕迹。我觉得帕瓦罗蒂给我们留下的，给我留下的是什么？艺术一定要自然归本，这就是艺术的顶，这个最高境界。所以我跟学生讲，不管你怎么唱，你要让我感觉不要有方法痕迹，不要为方法而方法，表现这个人物，表现这段情为最高境界。纵观他整个一生的话，有没有会哪个环节会让您觉得有一些遗憾？我不去欧洲演出的话，只要我在纽约，帕瓦罗蒂有任何的演出，我都要去的。当然，我遗憾的是，那一年是帕瓦罗蒂62岁，他演歌剧《爱的甘醇》，里面有一段咏叹调叫《托塞伊的泪》，是在整个歌剧快要结尾的时候。实际上，帕瓦罗蒂在一开始，他就不是在演这个角色，他是在唱这个角色。62岁呀，你想想，这个歌剧我也演过很多次，我知道这个男高音的戏很重啊，就体力上要求很高，演唱上技巧也要求很高。第一，它是个喜剧，喜剧就是在舞台上你演戏可以很夸张，你知道吗？就不是个人物，你怎么演怎么像，就要夸张。所以呢，他几乎是不演戏，然后呢，从头就坐在一个高的板凳上面唱，本来有很多戏呢，应该是在舞台上这一头跑到那头，下面跑到上面，跑来跑去一直在跑，体力要求很高，要求很大。他那天啥都没跑，跑不动。最让我难过的是，他最后唱《偷洒一滴泪》的时候，本来有个高音要翻上去，高音前面还有，一个乐句全部是音阶的，像花腔一样的音阶的上去。到高音站着了，他那天这个音阶没唱，高音低八度，唱不动了。
哎呀，我当时眼泪哗哗掉下来。我知道这体力很大，撑不动了。后来我也告诉自己，他是个人，他总会有这么一天的。然后2015年我在国家大剧院演同一个角色，那年我也是62岁。我的天哪，我当时告诉自己，哇，在提前几个月我就开始拼命做运动，我说把体力给弄上了，我不要到时候也是在台上给砸了。我在国家大剧院演的《爱的甘醇》，我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以后观众不让我下来，我再把咏叹调再唱一遍，观众还要我唱，指挥说、哎、可以了，唱两遍可以。因为为什么？我做了这个几个月的运动，我体力上来，我不担心我的体力不够，你知道吗？这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前人走过的路，实际上给我们是一种提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国家大剧院的那一幕。也和帕瓦罗蒂有关系，对您而言，我拼命告诉自己，我也是这个年纪，我一定要体力上战胜他。帕瓦罗蒂在纽约演《爱的甘醇》是哪一年？是98年。98年，而您在国家大剧演的是2015年。从1998年在纽约，您看他演《爱的甘醇》，让您心里面心疼他、难过。到2015年，您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您想起18年前的那一幕的话，我的感觉是。帕瓦罗蒂其实最后一次跟您相遇，其实也跟您上了，其实他其实跟你上了最后一堂课，就这堂课跨越了18年。对。对，这就是《爱的甘醇》。我在这里演过《爱的甘醇》，但是这个不是我演的那个版本，这是第一个版本。哦，第一个版本。对，我们第二个版本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舞台上没有房子，背景也是讲的一个农村的故事。他讲的这个男高音啊，这个在内莫利诺，他一个字大字都不是。那么这个女高音呢，是一个富人家的这个姑娘，她会识字，会看书。有一天她在看书呢，正好说，哎，书上讲了一个故事。所以一个人就喝了这个爱的甘醇以后呢，就你想得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很浪漫。这个男的呢，就他很喜欢这个女方，但是呢他自卑，因为他是个农民，那个女的是富家子弟，又识字又有地位，他想追求她，但又说不上口。从此呢，他就去按照这个刚才他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呢，他去寻找那个爱的甘醇。正好呢，那个村庄上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江湖郎中那里卖药的，然后他就上去问他，他说这个医生啊，你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医生说你在说啥？有那种东西，也是一种爱的甘醇，喝了以后呢，他想爱谁就会得到谁。哦，这个江湖郎中说，我知道，我这里有，他这个意大利人的江湖郎中也是中午吃饭要带一点酒，一瓶红酒，然后他说，哎，我这里正好最后一瓶，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我一喝呢。酒喝下去是有反应的吧？哎呀，但是我有感觉了，我有感觉。酒能壮胆。然后他把这个酒咕咕咕咕全部喝下去，全部喝下去，你想这个人肯定有点反应的。然后他去找到那个女高音，女高音以为他发神经的，啪给他一个耳光，你神经病啊你，是吧？然后他后来又去找这个医生，这个药不灵啊。故事最后，这个男的。这个内莫利娜他的舅舅死掉了，他舅舅死掉了，有一笔遗产，村庄上的很多姑娘知道他有钱了呢，都想去追他。这个女高音就去问这个郎中，怎么回事啊？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啊？这个女孩子都追他了。然后呢，这个郎中就继续编他的故事，因为他喝了我的爱的甘醇，所以呢，村庄上的女孩子都喜欢他。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呢，这个女高音就哭了，觉得很委屈。那么总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内莫利诺这个男高音的出来了，也喝了酒，晕晕乎乎的，看见这个女朋友就哭了，
他是为什么一个人偷偷在那里哭啊？是不是爱上我了？确实，这个女的这个时候已经转变心思，最后还两个人正还在一块儿了、啊。所以这个偷洒一滴泪就在那个时候唱的，两滴纯洁的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掉下来。然后他说：“哦，妈妈，他真的爱我了。”哇，是这么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是个喜剧啊。爱的甘醇到现在不衰退的，很多歌剧院都在演啊，就是爱的甘醇，抒情的男高音都必唱的，必须要唱的。他要求一个特定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就像帕布罗蒂这样的声音，亮亮的，干干净净的，然后非常连，非常连贯。要求是这样的声音才是真正的美声音，像甘醇一般的声音。我不瞒您说啊，我没有看这个歌剧啊，张老师，就听您刚才这样神采飞扬的讲，我真的是很心动，我想去看这个歌剧。其实我跟你讲，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去欣赏咏叹调跟欣赏歌剧是一回事，你首先要把这个歌剧的故事背景人物等等，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你弄懂了，你看起来就哦，一看就看明白了。这就是波西米亚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冰凉小手那个歌剧。我们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翻成是艺术家生涯。那么为什么叫艺术家生涯呢？里面一开场的四个男孩，他们一个是鲁道夫诗人，写诗的诗人，还有个音乐家，还有个哲学家，还有一个是画家。一开始马切洛在画画，实际上我一直以为，我第一次演这部歌剧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们真的是艺术家。但是有一次我去德国演出的时候，导演说他们其实就住在 Bronx 知道吗？那是穷的了，这个一分钱都没有，不然的话他怎么住在一个这个阁楼里面呢？冬天嘛也没有火炉的，冻死的，没错，巴黎很冷。那么他们干什么？他们只是喜欢，所以这个四个人呢都会成为是艺术家。所以为了把它中文把它翻成叫艺术家生涯、实际上最确实应该是波西米亚人。那波西米亚人你也知道，在西方就是一批流浪的，对，没有家的，居无定所。哎，对，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个呢是第三幕里面，第三幕的时候是一个冬天，冬天是讲的是咪咪和鲁道夫这个诗人，所谓的诗人啊，要分手。为什么分手呢？因为鲁道夫怀疑咪咪出轨了。最后呢，第四幕呢，咪咪因为是得了那个肺炎，那时候没有 penicillin， 所以治不了。咪咪又回来了，他死在了鲁道夫的怀里。他其实是个爱情故事，是个悲剧。悲剧，很多歌剧都是悲剧，托斯卡悲剧，茶花女悲剧。Manolescu 是悲剧，当时他们创作的时候就是运用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受希腊的这个悲剧这个手法，所以很多都是死在台上。确实现在来看，最后主角像托斯卡从城堡上跳下去，有时候是也蛮震撼的。像这个波西米亚人最后明明死的时候，这个音乐起来也是很震撼的。就是这个悲剧可以把你心灵里面的很多这个情感给挖掘出来，所以很多人会同情这个悲剧的结尾。张老师聊了那么多舞台啊，我觉得我们话题可以转向讲台了。您是51岁的时候决定回国执教啊？是，2005年做的决定。这一转眼也这么多年了。我当时来，是因为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自钊来聘请我到这里，先是来讲课的，然后呢，他说要想聘请我来当老师，觉得我在西方学到的那么多东西，我应该带到这里来。我们学习西方的歌剧，我一直认为是学习，是借鉴。我们的目的是要唱好我们自己的歌剧，因为我们只有我们唱好自己的歌剧，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我带回来 IPA system， 还有我们刚才讲不同的声部唱什么样的作品，像抒情男高音应该唱什么样的，这个在国外也是有个系统的，叫 Fach system。
西方的声乐每一声教学都是有个体系的，包括声乐，声乐第一个就是个理念，它是也有一个体系的，这个理念就是我刚才说好的方法应该听不出方法的，这是我翻译成我是这么讲，但是国外的说是要像说话那样把它说出来，而不是拼命的把它用的过力的肌肉的挤压把它挤出来，它都有一个系统的。可是在这些系统分三类，第一发声技巧的系统，语言系统，还有一个歌剧角色的系统，在这里我们都是空白。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来乐谱，乐谱里面标上国际音标，我就来讲这些系统，讲那个 IPA 语言系统，接下来我就要讲那个这个发声系统，这个国外的理论是怎么讲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既然是门科学的话就应该系统化。从您的这个角度，您回国执教快20年了，您对中国学音乐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期待期许？我其实我也当过青歌赛的评委，我也当过这个金钟奖的评委，其实我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声乐的天赋，好声音真的太多了，我们应该把国际上最先进的声乐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中国的歌剧能走向国际，我们中国的好的歌剧应该像许许多多的西方的经典歌剧，在西方的歌剧院成为经常上演的剧目。您心目中最完美的中国歌剧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你的音乐要有民族色彩，对吧？音乐有民族色彩，对。然后呢，第二你的故事要让人家就是大家能接受，对吧？大家都懂的故事，都喜欢的故事，听得懂看得懂。还有就是旋律嘛，旋律好听嘛。还有就是说的作曲家，你对让人家唱起来这个声音发挥得出来呀、啊，是不是？哪的音域你是最能表现出来的？你的音色，民族色彩，然后是大家都喜欢的故事，对。然后是优美的旋律，以及能够给演员、给歌唱家充分展示的，对这种舞台，真正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我们民族精神的中国歌曲，我们应该向国外输出这种，才能体现我们这个强文化的强，才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声乐艺术，应该是走向世界的，应该是在国际声乐这个舞台上是不能分割的，你知道吗？而且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谢谢张老师啊，在国家大剧院有这样一个浪漫的交流。谢谢张老师，向您致敬，向您致敬，向您致敬，真的向您致敬。谢谢，谢谢。行囊满满，风尘仆仆。小声朗朗，出心